我们是比较重视这个，想要用这个盖公宅来解决台北市的居住问题，所以我们有花比较大的力气在处理这个。那盖公宅本来就是连续的，那也不可能从，其实从送预算到盖完哦，我看现在都差不多快要六年的时间了，所以不可能说郝龙斌时代花爆了，我们就不盖，以后把它拆掉。不过这样来哦，不管比花包的数量啦，工程量，其实我们大概四年是它八年的好几倍嘛，我看大概应该到四倍左右，是都有超过四倍，所以这样的，对我来讲是啊，算了，我们就认真做就好，我也不想去什么口水战。不过当时我也认为这样的，也许当时他们没有把盖公宅当作主要政策或重要工作，我们是比较重视这个，想要用这个盖公宅来解决台北市的居住问题，所以我们有花比较大的力气在处理这个。每一任的市长，因为市政是连续嘛，也不可能说一交接然后全部都停掉了。但他说不要每一次动到的事情就拿钱钞出来打。不，对的，我们还是说他是对的，不对的还是不对的。